说公平不公平性都拉倒，你该怎么怎么走，要不你就上法院告我去就行。逮了，那好看吗？真逮了你好看。枪毙了我。本期节目求助人张大娘，保定安国人，求助事由：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不让我轮住，也不给我养老钱。张大娘说，她有两个女儿，两个儿子，大儿子20出头的时候，她就给儿子娶媳妇儿，分家过日子了。为了迁就大儿媳，他们老两口还从老房里搬了出来。可没想到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婆媳俩就大闹了一场。俺们俩这个院里那会儿盖着平房，这房窄是吧？那个就养着，这是我爹给了我这么一轱辘香椿树，养上了他家小两口隔夜。小两口隔夜要的条件，找俺们搬出去。俺我回来这儿围着大猪，看着这儿就跑着那香椿树走了。我就说，哎呀，平分，这什么人不念事跑了走了？我说了个这个，他都来这屋里窜出来了，窜出来了。这都这嘴里，这个张六白我压着水说喂猪，俺家娘俩都打起来了。后来我打听出来了，说他姐姐跑了走了。你要我要说，你跑了那香椿树什么人跑了走了？他要说他姐姐跑了的，我也不是说我都非得追问这个，是不？你说，他出来他都骂我，俺家娘俩都赶开尖子了。包着这么一摞砖，这不是这会儿发生还活着呢，是包着这么一摞砖，就上这儿去，这逮我这儿去，就逮我呀。这发生就说，你包着这砖怎么去？你怎么去？你不要说你逮住他了，你逮得去，我看看。扶持他都把那砖扔了，走过去，那个老头搭的这么这肚子房这么一个房长吧。就搭的这个风管煤，那早起上这风管煤里，我跳五点十七就给俺家揣了个稀巴烂，这是黑家，这媳妇儿，俺家老头拿把棍子追到他那个这么着过去的，追到他打坟着。确实给他揣风管煤是揣了，那是你搭了建林城的什么嘞？那是因为什么揣的？没搭着他，只为跑了个谁要跑了边上找那个小人说，只为跑了个小人说你把奸人搭成什么样了？我没搭他，没搭。然后进那院一看，两棵小人树，两棵小人树放到了三棵小人树，给我放到了两棵。我说你都跑了，砍了。谁要说了一句瞎话，我算是得着老天爷，他打雷劈了我。我跟你说吧，我这耳屎上分开我，分开我给了我一亩地。给了我一亩地，浇冻水，那会儿是拉柴机，挂带轮的那个渗水泵。我一亩地浇冻水都没管过我，我接了拖拉机，找了带，我自个儿浇的。我是市长这是。分开我了。割麦子，帮着我割过一链的，我这一亩地，我要过秋过麦，人定不回来的，我要不回来，都不行。赶紧问了不念念，我要不回来准骂你。你就我跟你说白了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亲生小子，哪怕是我这要的有这么对待小子的吗？他亲不亲别说，你这事事事针对你。我这个年我算是我自个儿过来的吧，你管过咱们没？这会儿我说我管你，我该怎么管你怎么管你，我不计较这个门子行了。你个千年不跌万年岁子，你叨叨吧，你叨叨成了不？你咱不是说事的那什么子？你不给我种地，我自个儿我也弄头，对呗？我也种了，你给二强种地去，你种去，我不管你。你给你就不一定他小，你可以照顾他，你照顾他行，你别给咱们老是折腾哎。你说一年两成三成，年年给你这么折腾。没什么，也没什么吵过嘴，就是净只为他娘家，他娘家光上拿家这里头掺和。就是说媳妇儿的娘家啊，媳妇儿的娘家，媳妇儿娘家是当村吗？当村里，哪一回炒包子都是他娘家来掺和来，一弄就过来打架来。再说这是个娘，你不管我，为什么我过来了呀？因为我找人家帮我。没他说了，走会儿，我找人给我走。找我找去，他说了。哎，我人家怎么都找起你了？咋说
不找寻我这么穿兄弟难着跑的水了，不得叫老二姐叫不了跑的水了。穿兄弟你还说的为什么人家找过来给他炒包子是不只为什么哎，整个的穿兄弟这是二百多米打地当家，一盘到北头二百多米地当家穿了一溜浇地，嗯，人家种的是药材，嗯，种的穿兄，嗯，你穿着轮沟边你穿的这么长劲谁说你哎，你贴着轮沟边穿呀，为什么非得上地当家穿？哦，你这我找人种了我的地，嗯，我找人是种了我的地，一年间管着我面吃，管着我幼儿园的面吃。哦，他跟老二家交底去了，跟老二家交底去，我跟你这把地都整个都揣到北头了。那是咋回事，老太太？两个事啊？两个事一点也没有。要说穿烫了三四个的气儿长，半夜跑了水了，不得走。他这轮沟他家种药材不年年把这轮沟惊了，惊了这轮沟帮人家老二都没法浇地。光他打我找人打了三回了，你让他自个儿说。你说我打他一百回了，反正他也没我找人给我绑菜去啊、嗯、给我绑菜去了。你就说了他让地里骂人家，嗯，这是父亲们的地，你过来干么来了？你偷东西来了？嗯，说过这个话，是这话呗？说过这个话，这个话是怎么个事？你这他照他说了不说了？老太太，我可以给你老太太，我可以这样说，你也不省心啊？你听我不省心，他这土这办，能不能这些事你都不干呀、啊？可这不是老二也免上家呀？就因为老二不在家、啊，你不给老大干，给老二干呢？这不就形成？这都是你要是对呀、啊，不，你要是在家呢，嫂子，谁家我都不管，谁家我都不去，有可能还生到这些嫌弃了吗？还是这都自个儿找的事嘞？没错吧？我说你找的啊。啊，张大娘说，虽然和大儿子小两口发生了很多摩擦，但是她始终忍让着，没有和大儿子较真儿。他这次之所以找大儿子要养老住房和赡养费，除了岁数大了需要人照顾之外，还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，让他对大儿子儿媳彻底寒了心。这是你娘还成了这个样来了，你何必？这是怎么着呢？不，这是怎么着呢？媳妇儿咬了骨头走了啊！媳妇儿咬了骨头走了，打我起来。这是怎么？我跟你笑笑，这是最近才发生的。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？三月。儿媳妇给你咬的？啊，我兄弟那会儿有事儿，也没回来，我给他割了这麦子，我那会儿捏块啊，我都给我找人打电话，我说你去吧，你去看早上起来你去不？把这地边上、啊、这个那都抹的连的连的，给我找人。打了家了，嗯，一巴掌把我丈人眼镜都扇跑了，拿铁匠非劈了我丈人呀！这是打了我丈人，你算着，人家也是提示的人了，人家给我做活去了，嗯，找他去，给他说，我说你这一我说你这是干什么的？这当然我媳妇过去了，嗯，我媳妇过去了，都吵开了，吵开了，他去伸着手子，说白了，我媳妇这个样，他也灭他这个劲儿。也弄不住他，上去搂把了我媳妇儿，打了我媳妇儿肩膀，疼了多日子，看了多少天。哎呀，这说他就搂他去了，他一手一上那都抹了，他咬住他了，这么着咬了他一口，咬住了，当时也没说把你骨头咬坏了吧？啊？说那这不白着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这个事儿，你都说你是只为什么去？你是怎么去让他抹起来住院去来着？你是只为咬了你不？你要不理赔药去，我跟你说，你中了毒不？这骨头坏了，他怎么不给？怎么你不给我赔药？我给谁赔你嘞？你们掠了奸人多少棍子？他一个妇女家，我跟你说，都这么个小个。哎呀，要说瞎话，这说不清咱们。嗯、这说瞎话，拿东西拿东西打人家了呗？当时没有，手里什么也动。我就是，他家起来六个人，这是。嗯。一气都这么说我，你说你还个打人家他爹怎么？人家给我走火去了。我说谁知道他爹骂我了？紧急他姐姐就这么蓝把腰子一抱我，就抱住咱了，咱动弹不了了。他就拿砖逮了我三砖，逮了我这腿铲子，
我这手他爹爹抱着我的一个这么烂把腰子抱着我这手怎么一直了，逮着我这手都摇了，我打着那疙瘩的才摇我的，摇了咱们有什么法嘞，咱都说自个儿的孩子们是吧。后来俺家女婿就说你去上上药去吧，这牙咬了有毒。我说不要紧也干，我粘上个创可贴吧，待两天就好了。谁知道这骨头发的炎呢，骨头虽炎啊，现在骨头发骨头两截着了啊，骨头断了啊。那这个事儿过后你儿子怎么着了，给你看了呗？没看啊，别说看呀，连抽他娘一眼去都没抽。小子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看着啊，看着现在咬了以后，要是真这么回事，确实是咬的造成的，挺严重的。这个是你的亲娘亲妈造成这个事儿，你得往心里去一下。这个事要是说不管不问，你真是不对。因为我跟你说，我太不对他不真伤心了。我二十多年了，年年这么折腾。爹娘他是有可能脾气也好干什么也好，他生咱养咱了吧，也许小时候也许你不管这个时候，咱首先他病了我得治治他看病，对不对？你说咱住院好几个月我都没到身边去，我都没到医院里去，那个东西是咱说的，那个是咱还强调什么呢？你光强调父母对我怎么着了，父母跟我生气打架了，都怨我妈好不好？我媳妇儿我首先安抚着，我不说咱回来咱再说，都怨咱娘，那咱娘现在住院了我也得去看看去，你得这样是吧？这个这个我承认我不对。他们之间婆媳之间闹矛盾，你作为这个家里这个桥梁没处理好，